豌豆家族的进化史。原始豌豆向僵尸发射重型眩晕豌豆，具有概率将僵尸击退。但生活在侏罗世纪的他跟不上当代年轻人的潮流，没有共同话题，原来感觉被世界抛弃了似的。天空是蔚蓝色，窗外有千。于是为了跟随潮流，圆弯进化成了豌豆射手。成为了豌豆射手的圆弯跟随了潮流，想被众人披星戴月，然而实力越来越不行，遭受到了人们的冷嘲热讽。天空是蔚蓝色，窗外有千纸鹤，陪我弹琴。圆弯后悔不已，于是经过不断的努力，成为了机枪豌豆。此时的他不仅头戴迷彩帽，口含机枪，伤害爆棚的同时颜值也很在线，可以说是颜值与实力并存。你这都是什么和什么呀？瞎编乱造，纯属娱乐啊。